所以说今天来做一个美味佳肴月月红。朋友们知道月月红是什么啊？月月红就是十二的意思啊。我吉利的数字，让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。里面有鸭子，这还没有完全成型的鸭呢，应该叫小毛鸭还是小乳鸭。我们给它直接下锅，我以为是十二个，其实是十个啊，十个也是吉利数，十全十美。好了，我们给它捞出来了，煮裂开了，这个要清理啊，也有点啊，去毛，哎呦，太烫了，搞得非常的干净，这两次就够了。你说你们住到大城市里面，这种能吃得到吗？大城市没有，没有，吃不得，我需要两猴子。这个我们加油给它炸，油了以后直接下入锅中，小火一点啊，油还少了，我们再加点油。我这个油啊是熟油啊，炸起来的好香的，需要一点时间，过来你有蛋或者炸炸油的这个吉普的。这老板下酒啊，哎呦，真的是绝了，完了完了，这个怕毁容啊。朋友们，如果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，九几年就大了，哟，炸一下没事，年轻的小妹子炸了，完了才马不停蹄的去地里啊，搞了几根蒜，到地里啊又搞了一点这个橘子叶啊，这个稍微过一下水就可以了，再细一点，看炸的差不多了，再炸我觉得都会糊锅了啊，可以了，过来炸糊锅的蒜辣椒还有橘子叶啊，再把这个回锅，有辣椒或者老干捞都可以啊，盐，一个花椒，大火炒一下，哇，美了吧，好香啊，把你娘个茶上，那个来好，你这两个也得往后茶，我的妈，姑娘不茶得都准备好，没好的，你看小弟子啊，十来块钱钱后面没有出口，我们直接打电话去对女员工报警了，你了。看一下，我现在接起刚巧，真的啥？绝过了，绝过了，绝过了。完了，都搞的啊！我过年过这个强烈表演我，他说马上去买。这个菜你不喝点这个，你都对不起这个菜了。本来不想喝的，这饭都装好了，你吃嘛，你吃。上菜嘛，就说嘛二十条。很多朋友说，我把菜总是放在我的身边，因为我没人给我拍摄，我放到这里来就好拍一点。要如果我放到这里来，真的不好拍摄了啊。哎呦，我老是说吃零食应该绝了，这个蛋更好吃，蛋也很好。太香了，朋友们啊！我这个人，这个的还没吃完，我也想扒饭了。哎，这一坨啊，我还老胆啊。嗯。晕了啊！我是还老胆。晕了啊！嗯。晕了的鸭子啊！嗯。空想的啊，打点点辣的点味的晕晕的那种味的，嗯，还刮啊、哦、嗯，两千多一口肚子，两千多二十五块钱，五十六块钱进了，
我有了解。好了，妈妈。不。哎呀，真的，我妈妈也是厉害了，我舌头压的都快没有了。嗯。我就没得吃了，算了。你去哪去？我好像吃了一扎两只，你看，这里就是叶子了，那我就吃点叶子，吃个带走了。朋友们，完了，我妈今天干了八只鸭。她在家里面谈家，我觉得没得鸭吃了，吃点这个得了。叫我把菜放到妈面前。搞了老久没得鸭吃了，妈妈吃了八只鸭。你说咋子把菜放你面前，你就敲钟了啊？也没说过这个。哦，你是老得好敲感。对呀、啊。看来这个菜，一个月只要有买的，有时候没有买的啊。有什么鱼？我就炒给他吃，我疼你的啊，早关。嗯，用疼你的啊，还要早完了。我教给的啊。嗯，你是个还要早还要早，我是教已经走学走了，晓得吗？酒走最后，饭还跟着穿。嗯。哎，别吃饭，别搞酒啊。你哪都有扎头子？我妈的扎头子。哪都是隆起的。是你问起帮我。你看我妈想吃这个猪头子，已经买好了。我这个妈呀！老是把菜买到冰箱里冻起来。我要吃一段，你身体能强。我们多了就是老手机，我的手机只是没有。没有儿子。发点料也一样。你妈的儿子把我们叫个八子。这个妈长羊了。哎呀。我妈的。你找你妈一个干不着好敲的。那我就把我的举高了。刚才跟妈妈聊了一下天。她也不上街了的。谁要上街？快两点半。你们是搬去割割肉啊？你不记得二十号星期割红过来？红过来。这是这个碎地啊，爬饭都香了。今天我炒这个樱桃鱼啊，我妈真的是爱着爱着再爱着，夸奖夸奖再夸奖，哎呀，马上就去买。好了，那你们还敢洗碗？嗯，看到吗？等一下，跟你开玩笑的，还是我去洗吧。反正都是你洗。哎